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华哥，今天我来到平和柚子基地，后面全是柚子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边的柚子真的非常好吃啊，里面水分非常多的啊，到时候看一下啊，哇，这水分真的很多，无论是榨汁啊都可以的啊。全水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直接啊，哇，你看这水分，哇，非常的好喝啊，这个半个哈的可以榨一杯的啊，如果想吃的话来我直播间啊，华磊哥口袋不怎么好，但柚子好柚子啊。